韩国女团 TWICE 的成员台湾妹周子瑜在节目中挥舞国旗引起的风波尚未平息，现在热播的韩剧《武林学校》赫然出现火烧人民币的画面，让中国网友的玻璃心再度崩溃。由李玄宇、李红斌和徐瑞芝等主演的热血青春电视剧《武林学校》在日前播出的第四集中，饰演中国富二代的洪斌和李玄宇受困山中，为了取暖便拿出钱包里的纸币生火，只是没想到拿出来的竟然是人民币。画面播出后，中国网友大骂为何不烧韩币，这分明是在挑衅，而且还怒斥编剧无脑扬言罢看武林学校。뭐야여기우리바뀌어一触即发的中韩大战，电视台火速出面致歉，澄清只是剧情需要和人物设定的加强，没有其他的意图。未来的拍摄制作会对他国文化更加小心谨慎。